醉。我觉得这几个哦，老实说，他就是很固定，一定要把他绑死、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还钱，前跟后都要把他绑死。所以像这个Sabi Out 跟 Saga Out， 它就是为什么会有个 B 跟 G 的差别？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动词它的分类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它后面加一个动词的时候，它会用 B。你还记得我今天讲那个？没有印象对不对？然后可是如果它是 ma 型的动词的时候，它会用 G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。因为咕咕是挖，是米咕咕，所以想要挖的原因是什么，就会变成是 sabi 咕咕啊。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？好 ，sabi 咕咕啊，然后啊咕，我想要挖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就会讲在后面。那如果是想要变好的原因，就变成是 saga gaba out，saba gaba out， 因为是变成 saga 是因为 gaba 的关系。但是我只是说 sa 加上 out。就会是有想要做什么什么的原因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然后再来，如果是用妈或是咪加上爱，就会是迷雾化。比如说，巴拉是跳舞，可是马巴拉外就变成跳舞的人，他就会变祭司，就会变祭司，马巴拉外。对，就是祭司。那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像是打猎叫阿图，打猎的猎人。阿图啊，马马阿图啊，没有，你要怎么办？用你吗？对啊。可是你不是用单词有音吗？没有，你刚才用的是这一款，我现在讲的是这一个。祭祀的这个名物化的这个人，所谓名物化就是让动词变成名词，叫名物化。嗯，所以我刚才讲的是阿斗，阿斗是打猎，然后加上爱迷爱就会变成是打猎的猎。可是这是动作嘛，那我要让它变成是名词的时候，迷阿斗拜就变成猎人。学生呢？你知道学生是什么？读大的，读大的是读书，读书，所以读书的人，你读大大，太厉害了，你读大大，可以吗？他就变成学生。
吃午餐的时间，然后猎物你就可以用你阿多半，或是刚才那个阿多半也可以，因为你打猎出来的东西嘛，你要接加的你再加个安，或者是说它可以用 CA 阿多半猎场，打猎的地方 CA 重叠，所谓 CA 的意思，那个 C 就是子音，对，然后那个是。那个是 A， 应该这样解释。CA 重叠，我得稍微讲一下。我用学校这个字来讲。学校，你会吗 ？A， 我就蛋，不能煮的蛋，要煮的蛋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，它那个暗是不是就是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主大是书嘛，对。好，这个地方就叫 CA 重叠 ，C 会大写 CA 重叠、嗯。我为什么会叫它 CA 重叠？那个 C 就叫子音，它是重叠词根的子音，词根。那你看词根的子音，词根是主大的，对吧？啊，它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？C 是 C， 所以 C 就变成这里的 C。所以这个 C 不是这个 C， 这个 C 大写代表是子音的意思。哦 ，C 是子音。对。嗯、是词根的第一个子音。懂我意思吗？是词根的第一个子音，所以才叫 C A 重叠。主播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吗？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像睡觉叫嘎逼。它本来是麻痹，可是它变成名物化的时候，它要把它打回原形，所以麻会变成嘎。嗯，好，啊，因为我要睡觉的地方，我是不是加个暗？嗯，可是不是只有加暗而已，我前面还要加个 CA 重叠，我需要再加个 CA。可是我你看我的 C 是不是又大写的？我的 C 不是 C 呀、啊，我的 C 是子音的意思。我的词根的子音，第一个子音是什么？是 K 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不是要加个 K， 再加个 A， 嘎阿比安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嗯。方老师，你这个可以理解，放到你再下去了。对啊，就像我们的树木嘎会前面加嘎嘎会一样，就是那个。对，所以它这个 C 子音是指的是词根的子音，可以吗？所以像我昨天有讲一个例子是，比如说。米迪一克是打，可是我要表示将要打的时候，那个将要我可以用 CA 重叠来表示将要 ，CA 重叠表示将要，那我要怎么重叠？不是你哦，我要 C A 重叠表示将要。P， 总共是 P。P， 你告诉我这边的这一个字里面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？M。对啊 ，M 对不对？加上 A 上去 ，Mommy Dick 就是我将要打你。这个叫 C A 重叠，可以吗？三加里面它可以用 C A 重叠。表示名物化，表示未来要做什么事情，它有两个功能。其实它也可以用 CA 重叠表示故乡。当然了、啊，你看它没有 C 啊，对，为什么没有 C？ 因为阿豆。哦。是不是没有 C？ 对。对不对？它的 C 就掉了。嗯。阿豆半秒就没有 C 啊。嗯。可以吗？嗯。好，那再来。所以我的重叠啊，我的重叠，你看我的 CA 重叠是不是就是 Mama Dick？ 有看到吗？将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可以吗？那边，哎，我的 CA 重叠在这里啊。这一页是这边。我看一下。秋天黄色的鱼是这边。哎、啊，我说到秋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一查好春夏秋冬，在这里。春就是那个
设定新案，对不对？然后夏天叫拉路的，拉路，你会拼吗？拉路，我要跟你考拼写，拉路的，对，没有的，为什么要再加一？就等拉路就好了，拉路。然后秋天就是这个，巴拉邦巴拉邦案，然后冬天叫做嘎西尔瓦难，嘎西尔瓦难难，我拼译的很好，没错，嘎西尔瓦难，难。可以吗？好，就顺下手。好啦，所以后面你也对啊，对多页，我的菜样菜印的太小，所以就是一大一小。对，没错。好，然后接下来重叠的部分，重叠的部分，我 CA 重叠讲过了，嗯，对不对？那我刚才讲说重 CA 重叠，有时候将要做什么事情，或是互相，比如说你看看，妈。互相打，你有看到吗？妈打第一，它重叠的是第一，你有看到吗？妈打第一，它重叠的是第一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它重叠，那这个妈，这个打从哪里来？这个打从第一变过来，对啊，不然你这个打是什么？马达第一，这个达是不是从 O T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那从你的互相打，你可以用那个马萨西吗？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到前缀的时候有一个马萨西，马萨西第一，然后还有这个马达第一，也都是用表示互相打。那追叫拉拉巴，拉拉巴，那我要互相追，我可以用马萨西拉拉巴，也可以用马拉。拉拉巴，那你看那个拉从哪里来？对，没错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在昨天在写那个四个人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嗯。舍巴是四，可是四个人你不是用舍巴爱，你是用沙舍巴爱。学打的帽，直接讲。打的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是四个人是舍四是舍巴，对不对？嗯，可是如果你要讲到人的时候，你得要杀生吧，你要加个 CA 表示人，所以三个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打毒，不是，是他是人的关系，你要补一个 CA 重叠给他，所以同理可证，两个人怎么办？嗯哼，五个人呢？五。都五六里嘛，十八。十八里嘛。哦，十八里嘛。对。对，五是里嘛。那你要五个人的时候怎么办？拉拉里嘛。就直接拉里嘛就好。拉里嘛。拉里嘛，因为里嘛是五嘛，五前面再加个拉。拉里嘛。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六是恩嫩。你要 CA 重叠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恩嫩，啊，因为他没有 C 啊，对，对不对？恩嫩是恩嫩是 E N E M， 他没有 C 啊，所以就直接啊恩嫩，就变成用啊恩嫩 OK， 可以吗？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，他只有用在人的时候，数字前面需要 CA 重叠，而且少了 CA 重叠。你不觉得它是一种很重要？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再来是部分重叠。其实部分重叠，我们昨天有讲过类似的例子，比如说像树，树要变成树底，很多树就变成是一浪一浪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多人本来是打灯帽，就会变成是打灯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打灯帽，打灯帽，打灯帽，对。很多
对，它其实也是就是那个 C H C C V 啦 ，C V 重叠就是重叠我那个前面的那些东西。那比如说像晚上叫拉比，那每个晚上呢？每个晚上，对啊，你可以用拉拉比，也可以用拉比拉比，就像每天。德米德米亚，你知道我是什么？德米亚是天，每天就变成是德米德米亚，德米德米，对不对？德米德米亚，这个就是 C V 重叠，可以吗？然后像弟弟妹妹，比年纪比沙巴更小的孩子就是沙巴沙巴 ，OK， 或是像扎难是什么嘛？扎扎难就变成是任何东西。吉玛吉玛就变成是任何人，因为吉玛是人，那吉玛对不起，吉玛是谁？然后吉玛吉玛就变成是任何人，可以吗？然后像达巴基是大，那达巴基达巴基很大很大，嘎嘎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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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少很好，你会发现就是用重叠来表示的那个程度变强变大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是重叠，然后像复合的部分呢、啊，供养，它就是用供的，然后加上一个联系词，再加上养，就变供养。你有看到吗？鼓浪再加上啊西记，但是你会发现它中间要空一格，要分开，对不对？然后像供嘛，就变成鼓浪啊苏巴右路，就变供嘛。然后母马就变成是达达那，然后像今天我们昨天在练习的时候，那个今天不是埃扎，就是现在这一天，埃扎阿，德米亚的，就是埃扎阿德米亚，这个其实都叫复合词，对，这个都是复合词，可以吗？然后毛加上衣服就变成是毛衣，所以就是班鲁阿吉布茨，然后头发加上羊就变成是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、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复合词的。我觉得大部分的南岛语都是用日文去代表这几个字、啊。然后像总统，好像你们有名字。对啊，还不到呢。对，啊，我们就是叫总统。我们叫总统。对，而且拼音的时候还是有波。那个 C 念词。总统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拼音，你念得出来吗？总统，因为那个 C 念字，就是跟我们这个吉布子那个字是一样的，然后再加上 O 总统，这样子，可以吗？总统，所以我不用 D O， 不用还有 C， 总，你用 Z 又变总，你用 Z 用 Z 会变成 zone， 用 C 才是 zone， 对 ，zone 头。OK， 看护护，看护，看护护，看护护。怎么有点像日文？就是日文啊，就是日文。看护，就是看护，看护护。好，就是那个，然后牧师哎，牧师你们讲日文界的，然后主任的西武令，西武令。对，然后像美国 ，America， America， America， 然后台中，台中，台东，然后祷告，祷告，那我们可以就练习。